千山，飞过万年，飞行万家灯火的团圆。我的快乐不已在天边，牵你走在百花的春天，越过大海，走过万年，这一天我们相约相见。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我心心念念是家乡的地方。儿时的伙伴是否变了模样，妈妈有没有穿上新的衣裳，爸爸等我到家再把对联贴上，爷爷包了饺子还要偷偷放糖，奶奶快把你的广场舞练习好，你的节奏我要努力跟上，有家的孩子不需要远方，有温度的冬天充满阳光，谢谢的身上背负沉重的行囊，全是此刻最美的模样，有家的孩子不需要远方，有温度的冬天充满阳光，谢谢的身上背负沉重的行囊，全是此刻最美的模样。旋律响起，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欢迎收看春天的旋律2021跨国春节晚会。今年的跨国春晚，我们在世界各国不同的舞台共同奏响一曲春天的旋律。没错，说到世界不同的舞台，那么今年呢，除了我们有南宁主会场之外呢，还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设置了分会场。那现在我们的主持伙伴们也正在他们的国家等着给大伙儿拜年呢。那么下面首先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丽丝。丽丝你好。Hello， 夏颖你好，各位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的主持人李丽丝，先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的，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丽丝，我们也期待着马来西亚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菲律宾的小伙伴佩文，佩文你好。夏颖你好，我是菲律宾地中电视台主持人施佩文。我现在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为大家主持春天的旋律2021菲律宾分会场，稍后我也将为大家献上几个菲律宾特色的节目，大家可一定要多多关注哦。夏颖，时间交给你。好的，谢谢佩文，我们相信菲律宾朋友们的热情大伙是一定可以收到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泰国会场。你好，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夏颖你好，南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全世界的华人朋友们大家春节好，我是来自泰国泰鼎东盟文化的主持人唐海源，如果去泰国朋友们找我唐特维苏卡，我现在正在泰国曼谷为大家主持春天的旋律2021泰国分会场，稍后泰国的艺术家们将用精彩的表演为大家呈现一个魅力无限的泰国。夏颖，时间交给你。好，谢谢海源，我们也非常期待着你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印尼的主持人美云。美云你好。春天的旋律的观众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主持人王美云，我现在在印尼的古城日日为大家主持春天的旋律2021年印尼分会场，稍后在我们几副印尼特色的春晚分会场，来自印尼的艺术家将带大家领略不一样的印尼，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夏颖，时间交给你。好，谢谢美云。看了这么多分会场的场景之后啊，我深深地感觉到春节是全球所有华人华侨的共同节日，这一天无论我们身处在何方，
心却以同一个频率跳动着，因为我们是血脉相连、文化同根的炎黄子孙。忘不了我们共同走过的万水千山，一天天都是那么惊心动魄、有波澜壮阔。忘不了我们携手度过的分秒四季，一幕幕画面依旧令人心潮澎湃。请欣赏四季。一想到你我就会别离家，随着轮船转角，为我喝酒。